大家好，今日咧会同大家讲系61页咧呢首 German Song 啊，柴可夫斯基所写嘅。咁就速度咧系 moderato assai， 咁啊系一个比较中版啦。咁啊听落咧好轻快嘅乐曲啦。咁啊 assai 呢个字本身咧就系指咧非常嘅意思啦。咁可能就系强调咧嗰个嘅速度要出得准确啦。咁啊留意下咧有啲地方需要更正嘅，或者呢个位置咧有条连线嘅。咁啊要就翻啦。咁另外咧喺最尾嗰行咧，亦都有两个音咧系需要更正，就系去到系 G 嚟嘅，呢两个唔系 B 啊，要将佢写成 G。其实就同上边就喺上边呢个小节一样嘅啫。好，咁啊大概咧都系分开三个段落去练习啦。咁啊头嗰三行啦，去到呢个 repeat sign 之前，咁跟住有两行啦。咁你见到咧就呢度有个 repeat 啦，系咪？咁啊吹完第一次之后翻转头，原来跳到落去咧就吹第二阵，就 skip 咗第一唔吹啦。咁第三部分咧就亦都可以由第二个重复嗰度开始吓，第18节咁啊一路去到尾。咁啊留意一下啲嘅连线啊，亦都一啲嘅 accent 啊，加入嘅符号啊，渐大渐细。咁呢都可以随时慢慢练。咁我哋试一试听下呢首歌吓。咁亦都系啦，咁喺 YouTube 上面咧都会揾到呢首歌嘅。咁啊大致上边咧呢首歌嗰个嘅音咧就係一樣咁，所以亦都可以參考下啦。好，咁啊吹俾大家聽先嚇。3/4啦，係嘣嚓嚓嘣嚓嚓，我哋數1、2、3咁樣嘅。留意啊，第一個音咧係即係都係屬於唔係正拍落啦。咁所以咧就要小心數喎嚇，停一拍，跟住3/4，咁係1/4入呢個 G 嘅。咁啊都你初初聽有啲困難啊，咁但係唔緊要，咁啊都盡量試下。咁我哋都吹一次嚇。好，咁樣試個吹曬頭三行俾大家聽下，出到第九小節呢度。OK， 好，1、2、3，好啦，就呢度啦，去到。OK， 吹多次啲俾大家聽下咁。當然咧，大家練習嘅時候，我哋即係可以慢慢嚟啦。咁聽咗有個印象，咁啊停咗，再喺度慢慢試，其實都可以。我哋再嚟過下，1、2、3、1、2。熟啦，就落到去第10小节呢度啦，就可以练到第18小节嘅。咁啊，加埋个 repeat sign 啦。咁我试一次嗰咧就吹俾大家听下。咁呢度咧特别留意咧，其实好多音呢度有首歌好得意，一首歌咧个 G 咧比较重复得多。咁记得要数清楚究竟几多个 so 喺度啦吓。咁呢度由第10节开始啦。我哋呢个正拍嘅，所以我哋会数1、2、3就可以啦。OK， 1、2、3。呢度聽到咧，都係好相似，同我開始個數數數嗰個嘅節奏一樣。咁冇錯，其實又重複翻啊。我大家聽到啦，咁啊留意，其實 action 同 staccato 加埋一齊咧，都有啲有時都幾好，自己難去即係掌握，係咪啊？咁總言之就跳躍得嚟咧，就大力少少啦，咁樣啊，我嘅意思係咁樣啦。好，咁跟住咧去到第三部分咯，我哋都會由第八小節嗰度開始，連埋呢個度。OK， 今日落到尾，记住呢两个咧唔系 B 嚟嘅，系 G 嚟嘅，同上面呢组一样嘅。OK， 好，我哋试一次咯，同埋数1、2、3啦，因为呢个正拍啦，数1、2、3之后就入噶啦。OK， 1、2、3。
咁呢度咧特登加個 fermata 嘅啫，咁可能會如果做得比較自然嘅話咧，前面都可能有少少嘅 retard 嚇，咁啊拖慢漸慢，咁就會好啲。咁都冇所謂嘅，我哋學習嘅時候都記得啦。個 fermata 咧其實就係、是、一般嚟講咧，簡單去記咧就係、是、個原本嘅拍子嘅一半。咁譬如呢度咧係三拍嘅話咧，咁我哋咧就會將佢吹到四拍半左右嘅啦。咁弱摸就係咁樣啦。OK。咁大家咧都可以試下吹呢首歌噶咯喎，咁啊下次咧我哋就會再學另外一首歌噶啦。